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精彩的要来了。首先，好好，马上给大家看看不可能的任务：六种声音、歌声跟乐器，一口气一起来。一号 B-box 是真的。看到没？这些都是李长俊参加 B-box 比赛所得到的奖状的，真期待他等一等的演出。哇，也太厉害了！各位。这个表演麦克风就非常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没有看到行家就是行家？先来简单入门篇，大鼓。哎呦，大鼓小鼓两样来。小鼓还要分好几种用。好像好厉害，大鼓小鼓两个，来一点节奏听听看。哦，好像哦。What you can do? Come on. 我现在 show me. 通常都是只是节奏嘛。那我现在做歌曲，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人体音箱、节奏、口技等等，秀给你们听啦。人体音箱、节奏、口技秀来喽！不可能的任务。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是什么眼神？怎么了？好像很羡慕，很爱慕。哇哦！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他来我们这里，等于是来踩我们界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不敢，谁敢来吃鸡？我会请他打鼓，然后你唱歌，就你们俩合作。合作好，注意了，有节奏，然后也还有旋律。对对对对。好弱，烂，宪哥软掉。收视率下滑，收视率下滑，完全转台。那里面有那个糟透。男孩姑娘，来啊来啊！我不会唱，我会唱。他也不会，不用说你，你是气。我忘了旋律。不要选这首歌啦。对啊。差很多。不要选这首歌啦。张人家就不敢来踩界，他也踩不了啦。大声的问他，谁敢来踩界？谁敢来踩界？来，不顺畅再一次一遍，请。谁敢来踩界？没有那个撒亏，谁敢来踩界？你有坏。谁敢来踩？再来一个，六种声音，六种声音。哇，这个酷了。很厉害，不可思议！你试试看两种的。好了，他比较厉害啦，而且他真的很厉害哎。再来，他就刚好是踩到我的痛脚。他要用乐器加上人声。在台湾会这一项的大概只剩下我本你又在闹了，这个太离谱了啦。先来一个，还是我先金包银给你看一下。好啊，来。好闹，我替你捏把冷汗。我差一点干掉。板凳。好烂，这个烂闹，好丢脸。人的气命，从头巾到包背，没戏。你那个没有连在一起。
那个不是一线歌，同行那个是先唱完再 B-box， 再唱再 B-box。这个宪哥，你刚刚自己都觉得很好笑。自己人。可是你这真的骗人嘛？谁看了这个？谁给我这个？那个金包银我还可以加难。好，金包银先来，合格再来表演别的，开始。把人的性命是公斤啊，包银，本的性命唔打击。你真的要逼我哦！你真的要逼我。你表演一首你真正觉得自己很厉害的，有歌声伴奏。好。可以跟我学，好吧？可以拜师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南海姑娘的旋律先学好，我再教你。南海姑娘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！再次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